歌手陈淑萍。来，不要想吹气啊！来，哇，上台就来了。谢谢哇！拄啊，咱的陈淑萍哦，带来这轻松的歌曲，心情快乐，心情快乐。这就要老师照料明白。对，老师照料就紧嘞，就想要下班嘞，有没有？我想啊，你我照料后边亏钱了，我讲。无啦，今仔日真正非常的欢喜，因为算是疫情当中的这个很难得的一场这个活动。对，真的，去年就要来啊。对啊。去年先听讲哦，这疫情讲去延者，延者佫已经延一年啊。对。阮欠人两年嘞，拢无样做呢，啊钱已经开了啊。啊嘛因为疫情，啊嘛因为这个信哥，因为信哥有这个这场进前就讲啊，啊苏炳因为苏炳甲信哥非常熟，
啊，新哥讲，今天有这场，二话不说就赶快答应。是，咱新蛋的其实对咱个人拢做迄落照顾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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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大家拢有交情嘛。对啦。啊，真照顾咱嘛。对啦。有有有。无论是大细汉啦，查甫查某非常照顾啊。伊嘛足照顾如花的。嗯。但是我无要来啊。你怕如果把新蛋安怎样？无，我甲新，我甲新爷讲，哦，我先作证，我怕来三毛公会发怒。一摆已经差不多一半哦，一半。都后边吼，啊，搁愈来愈悬哦。等下咱搁有张龙龙。哎呦。搁有咱的迄个张子枫。哦。蜂王之王。贾子慧。贾子慧。搁有于天龙。哦。妞妞，因老爸。妞。啊！我爱你们啊！还有和平先生。哦。哦，这是惨叫声，对不对？我不是，哎、欸，真正今天你歌声偌济呢，对不对？对啦。苏敏愈来愈水，来相散啦。哎，对我讲哦，你叫做美女，真的吗？嘿，啊，这个叫道路。无啦，咱讲着美女甲道路是安怎讲？道路是咧配模的，所以你有适合做人的家庭主妇。哎、欸，你别看伊个，你别看你咧怎么煮菜呢？照他烧伊三届呢，你来看煮菜煮到照他烧伊无？真厉害呢！我甲讲啊，你会晓炒饭未？做菜啊！哎呀，番茄炒蛋，蛋炒番茄，安尼咧，烧咸烧咸淋水，无够咸搁淋盐，安尼啊，你晓煮菜未？不是安尼吗？烧咸就是淋水啊，对啊，啊无够咸就是淋盐，啊无咧，系啊，对吧？对啊，对吧？哎，你晓煮未啦？对啊，咱嘛讲对啊。你晓煎鱼啊未？我咧煎鱼啊，技术是赞的哦。你会晓？煎起来，你认袂出来，迄尾是鱼啊。什么叫煎起来？迄尾不知影。规尾油味。哦。你了解无？哦。散嘛，渐渐的变鲨鱼。所以你无了解嘛，你无咧做嘛，你拢要变动啊，所以好命你啊。你叫做自动溶解。伊后摆若过样哦，这种的拢银行绝对无可能回煮饭啦。哦、一点点变动，给他照他修你。哦，完了，来啦，好啦，来过来唱好听的歌啦。好，遇见。对，遇见。遇见好听哦。你够有迄个唱片可以传你个号码？有啊。上边唱片。哦。啊，为着感谢，来，我看见。这张是顶一张的专辑，叫《胭脂花》。胭脂花。啊，苏萍要来介绍在这个专辑。嘛是即马伫咧前天伫咧黄金岁月即个新的专辑叫做《爱情回来过》，刚上档的这个黄金岁月的片尾曲叫做《爱情回来过》。等下要唱哩，阿北先唱，赶紧给我传。为着感谢咱这个歌迷吼，啊，你安尼对阮薯饼这么支持，感谢。等下节目做完吼，你留落来，留落来，把阮的舞台到收收一下等。喂，喂，爱情回来过，我听到吗？我听了。好听吗？好听。淑萍跟谁唱的？杨哲。杨哲对不对？你确定是杨哲还是潘俊南？因为我听有看嘛，对不对？好像，好像。哎呀，你好漂亮！哎呀，怎么漂亮？那么漂亮的一个粉丝啊，身材这么好。是姐姐。哎，你们两个都很会说谎呢。啊。你来拍戏啊，小温啊。小姐后边要两个关出来，啊，所以要话我要买两桶的牛奶来玩，恁拢无啦。喂，来继续要安排这首好听的歌吼，遇见会好听哦。来，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陈淑萍。再来一首歌曲送给大家。
哥哥。你好，来如花，哎、欸，如花，我就知啦。有没有？好，是我咧叫如花咧哦。会和如花合作上久哦，我真的非常欢迎。暗时啊，帮如花拢叫醒。妞妞妹妹，不是，我确定了，他老婆一定是如花。没有啊，我老婆咧梦中机啦，是梦中情人。如花，如投机，如潇潇。你看伊个唱歌好听，遇见好听无？好听啊！谢谢谢谢。打从我小时候就看他长大。不比，你看我现在一首歌帮阮唱一下吧。真的吗？系啦。再来三首，唱我恁唱。啊，阮国庆啊，都做一个专辑，即马开始要卖啊。呀，真的，伊个歌好听嘞，逐种伊写嘞。好厉害哦！今夜无风，唱歌拢灌风，车无风。我都爱啊，无风，吼、哦，啊，最近个心拖磨呢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我哀怨呢，我感觉是伊拢饮酒的啦，拢失恋的唱的。我啊，我就叫安尼个尔，走江湖的日子，我是分酒烧水，讲起别论义理，大家拢是我兄弟，不管乌里啊十三支，当阿妈笑我去死。啊，懵懂的少年时，拢是女人的日子。啊，规工的暗暝，拢是舞厅换粉面。兄弟，若酒芳甜，是斗阵的着马子。因为我是，因为我是，我是上轿的阿年纪。谢谢。这条歌，阮国庆来写的。这条唱的全省的兄弟差不多拢爱唱这条啦，哎啦，连江拢爱唱多的时阵，我也唱这条啦。你唱这条嘛，介好听嘞！啊，你讲唱迄个道理配伊食过吼？道理伊食过啦，敢讲配伊食过？好啦，继续道理咧，唱出看。不是啊，薯饼道理啦，我是薯饼妹妹。哦，薯饼。啊。好啦。我来这首轻松的歌曲，只有孤单陪伴我。哇，哎呦，好孤单哦。孤单啦，那就叫你加油。谢谢。只有孤单陪伴我。Thank you.
谢谢我们这位陈淑萍小妹妹，最仙气的女神。啊，另外两位，另外乔阿姐，好，我感觉你在行这个谐星的路线。